1995年，汇龙的前身华龙正式成立。2002年，汇龙正式成立，至今已有19年的历史。汇龙不断开拓发展，成立了半导体制造和研发中心，并提供半导体柔性加热解决方案，产品主要包括小管道加热控制、大管道加热控制、温度控制器、温控电器柜等。作为半导体加热品牌，采用时刻发热膜的加热技术，定制的加热器良好覆盖管路，发热效果好。多年来，新辉龙不断研发创新，为半导体的制造提供智能温控系统，配合电器柜，做到了一体化控制。目前，半导体制造的厚膜加热方案正在研发中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辉龙在江阴以春淮安军设有工厂，并与美国、德国、日本、韩国设立办事处。合作品牌主要有美光、英特尔、京东方、应用材料、范林集团、中芯国际等。工厂已通过 ISO 9001、IATF16949 体系认证，产品拥有 CE、UL、3C 等质量认证。优质的工厂环境，系统的仓储运输，严格的品质检验。辉龙，您的柔性加热解决方案专家。